均为授予末端清洁工的称号。26万吨聚乙烯生产中产生的电石渣，4万吨硫酸装置产生的铁矿渣，柠檬酸厂产生的硫酸钙配渣，以及电厂、电石厂排放的粉尘，通过这个巨型回转炉摇身一变，成为一袋袋高标号水泥，供给天业建筑公司和其他的建筑企业。据了解，这种水泥比传统水泥节约成本20%。35万吨电石渣水泥装置每年可消耗的各类工业废渣高达37万吨。从前令人头痛的废渣废液，如今成为企业的香饽饽。那么产生废物呢，应该是有三种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的飞灰，就是随着烟尘排出去的飞灰。这个大概呢，我们耗煤量大概100万吨，这个出去的飞灰呢，应该在18到20万吨左右。还有呢，就是炉渣，就是底下的排渣呢，大概在2万吨左右。我们以往呢，处理是往夏季是往其他水泥厂送，那么受其他水泥厂的限制，人家不要了，你就送不进去了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车子的运费，那么一车呢也在50块钱左右，啊，运一车，那么大型车在100块钱。现在怎么说？你生产有多少车？有的车我就直接拉走了，而且运途也非常近。现在水泥厂天业水泥厂离我们电厂呢只有5公里到6公里距离。那么现在我们自己天业自己呢固定的生产呢，就几乎是都可以这个吸拉消化掉。那么像这个电池渣，我们现在年吃掉的是30万吨。那么30万吨，在往年这样的30万吨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天业这个聚乙烯，整个要花600万吨去处理。怎么花了？就要买地、挖坑，完了以后防渗，啊，完了以后再把它拉运过去，再把它埋掉，啊，埋掉以后再进行复耕。那么每吨大概要花到20多块钱。那么现在这样算下来，就是根据往年那个数字算下来，我们天业现在就等于每年在处理电石渣上面就要花掉600多块钱。那么现在天业呢，就是通过这个吃废渣的这条生产线，每年呢不但不花的这个钱，而且把这个钱又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，一个亮点。企业不消灭污染，污染就会消灭企业。在天业化工园内，循环经济的理念已经贯彻到了企业生产的每道工序。以26万吨的聚氯乙烯装置为例，工业废水通过膜过滤被重新回收利用，一年可节省水资源250万立方。聚氯乙烯合成阶段产生的氯乙烯、乙炔、氢气等化工元气，通过组合吸收、解析、变压吸附等技术处理，重新返回生产线。这样，一年可新增聚氯乙烯树脂1.5万吨，实现利润3000多万元。通过天业集团自主研发的一次性可回收滴灌袋，可将500万亩废弃的滴灌袋全部回收利用。仅此一项，一年就可以为企业节省原料成本6000万元。每年这个中秋节啊，我们把这个废旧滴灌袋从这个田间地头啊，从农民这个家里来把它回收回来。这个通过我们这个先进的设备和这个一流的这个加工工艺技术呢，这个生产出了这个我们节水器材生产中所需的这个主要原料。这样呢，不仅是这个降低了这个减少了土地的污染，更重要的是这个降低了这个原料的成本，从而使我们生产出了这个农民能够用得起、能够买得起的这个高科技产品。发展循环经济离不开科技创新，在新疆天业，你随处都可以感受到企业对科技的渴望，对人才的尊重。1999年，天业技术中心被认定为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，随后不久又被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。这里聚集了众多设计制造专家，有5个国家级项目、5个省部级项目和天业自主开发的16个项目在这里诞生，培养并造就了一批具备自主设计、施工、安装、调试到运行管理能力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加快了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进程。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
就比如说拿电视法的聚落游戏来讲，是吧？那么在传统上来讲，这是一个技术落后，这是一个这个成本高，而且还是污染很严重的一个行业，本个行业呢是这个样。但是呢，通过了我们这么几年来的努力，用新兴的工业化的道路，用这个方法，用信息化来改善我们传统的工业，走了这一条出色的路，非常好的路。那么现在变成的我们这个点石法，现在的点石法就是循环经济的点石法，那绝对不能跟传统的过去的这个点石法的聚落游戏来相比，完全是不是一个事，完全是另外一个概念。现在是应该这样说，技术是先进的，成本是低的。企业是员工的，他的兴衰与每个员工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。发展循环经济得到了天业员工的广泛参与和支持，他们自发为企业提合理化建议100多条，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近100万元。就是原来我们这个就是换热嘛，是靠棒，就是撕开一倍，就是一台棒大概电极是三百五千瓦，它四台棒同开嘛，就是给它强制去循环，去把热量去带走。但是呢，我们施工群众嘛，就根据这个就是太阳能热水器这个原理是吧？你太阳能就是你在10度左右的时候，或者20度或者30度的时候，它的气都可以排出去，它这是它可以自动循环，就那这个原理嘛，我们就把它制成罐子，让它自然循环，就减去动力消耗。我们现在这个一期已经改完了，一期改完之后就是，可以提2台棒嘛。